Hello，大家晚上好，好久没有做直播了，来，我们看一下，OK，上到线吗？好久没有做直播了，好久没有做，这样子就是在家里这样做直播跟你们聊天哈，真的好久啊，感觉上好像两三个礼拜了，起码三个礼拜吧，我看差不多哈，有这样子哈，OK。自从去了中国过后，就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做直播，因为都到处走哈，到处看。那么回到来也是非常忙，有很多东西等着我去做，然后又要去很多开会啊，很多聚会之类这样子哈。那今天也是一样，是同样开会了回来，现在还刚刚回到家，所以就想到就想到真的很久没有做直播，那么也不会很累。所以就赶快在线上跟你们互动一下，大家晚上好，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吧。OK 吗？可以吗？看到吗？声音画面清楚吗？还是同样要问你们这一个问题哈？声音和画面我看不到，我开着电脑 check 一下哈。OK，好久啊，好久没有跟你们在线上这样子互动了，我看一下哈。等等哈，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一下。今天我们来讲一点风水上的知识吧，因为好久没有跟你们分享关于风水上的一些知识，怕你们忘记掉哈。所以如果你们有风水上的问题，今天晚上我给你大概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在线上在这里跟你们互动，解答你们的问题。关于农历七月的也行哈，因为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初一了。今天多一下子哈，多大概35分钟，我们就进入了，七月了哈。就是子时，我看一下哈，对，11点就进入了子时。OK，来，我开始看一下。OK，哎，声音还算蛮清楚的哈。OK，我的电脑荧幕还算 OK，好，可以，非常非常好。OK，所有都清楚哈。OK。这么迟了哈，还有没有人在线上呢？我看一下哈，我打字一下，等等哈。OK，可以吗？OK。应该没有问题。好的，OK，很好，全部都很清楚哈。好，我看到你们的 comments，大家都在问候啊。OK，其实刚才我自己的公司的平台哈，另外一个平台直播台也是正在做着水晶的直播，所以刚好我就想到我要上线了，就赶快叫他们下线，然后给我上线。因为觉得很久没有跟你们在线上互动，讲一讲关于这一个风水上的知识哈，水晶的东西你们应该在很多我的平台里面都学到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新的水晶，很特别的东西哈。那么现在呢，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我留给你们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个风水上哈，还有关于就是如果你要知道农历七月的一些事情，你们也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来询问我。OK，差不多有要900多人在线上了哈。好，可以，那我们开放给你们做这个 live chat 哈。OK，可以吗？我们来做 live chat，很久没有 live chat 了，跟你们聊一下吧。因为通过这样子聊的方式，我们比较容易学习到一些知识哈，也比较容易互动一下。OK，可以吗？有人要做 live chat 的话，你 comment 一下给我知道你想要做 live chat，我就可以invite 你一起哈。是的，我看到你们刚刚看完苹果的 live，OK，刚才我叫他赶快下线了，我还要做直播，因为没有办法了，我们变两个直播台一起在做直播哈，这样你们就会很混啊，到底你要 join 我这个还是要看 Apple 苹果哈，所以我是觉得他下线了，东西也是讲的差不多哈，好的，来，有人要做 live chat 吗？如果你们要做 live chat，现在给我知道一下。然后，如果你想要询问关于农历七月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询问的哈。OK，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做直播就是跟大家近距离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回复哈。
OK，我看到有人说蓝色衣服很美，这不是蓝色哈，这个应该是青色吧？是我色盲，我觉得这个像青色。近期里面我都会比较喜欢汉服哈，我觉得汉服挺舒服的。OK，汉人就穿汉服吧。好，有没有人要再来抢？如果没有的话，就跟你们讲一点点关于风水上的一些知识，也是 OK 的。我看到有人讲出来，还是你有什么鬼故事要分享也是可以的哈。反正我们要进入农历七月了哈。其实，每一天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下 live chat，一下关于这个农历七月的一些东西也是没问题的。我们可以讲一下你可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也是 OK 的。我好 Crystal，意烦来插我嘞。Hello，老师好，老师 Hello，Hello，Crystal，好。妈妈哈，我妈妈，听到吗？听到哈。你要拿一听个到耳吗？机给你妈妈，她才听得到。慢点听，那，听到一个。听到吗？好，OK，晚上好，晚上好。你们在哪里看直播？我们在三河港。三河港，OK，哇，这么巧，这么幸运啊，被我选中。很开心看 OK，到你。好久没有做直播了，我也是在想，不懂谁是第一个幸运儿，就是你们了。有什么东西要谢分谢享老吗？师。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吗？有什么东西分享？老师，其实我是想要做剪皮呀、剪皮哈，这个时候来做剪皮可以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剪皮很多人在线上听你的出生日期时间哈，这些没有问题吗？要做好对。心理准备哈，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状况哈。等一下我开一下我的电脑的剪皮资料跑到哪去了？对。一下下哈，我找一下。我太久没有开电脑了，找不到我东没有西关收在系。哪里。等一下哈。一下下哈。我妈 OK，妈今晚要，怎么？你妈妈，我你妈妈妈要今剪晚要皮呀、开心到睡不着了。啊？好幸运啊，安迪看到你了。我看到你呀、每次看到你很美呀、不会啦，还好还好，大家都一样。我们要经常保持开心，保持正能量，保持多一点笑容，人自然就很漂亮了。OK，来，你的是谁？现在是要谁剪皮呢？是你呢，还是妈妈？你好我。，OK，女生，你给我阳历的出生年份，一九几年？1987。八七哈，全部人知道哦，1987年，几月几号呢？3月5号。3月5号，时间呢？时间记得吗？凌晨3点多。半夜3点多到3点半呢，好不好？3点到5点那个时辰没有关系的，OK，我们看一下哈，你的农历哈，农历出生日子是2月初6，对吗？对，一九八七年属兔子的女生哈，属兔子的女生都很孝顺，很乖的，很乖巧的，孝顺的，乖吗？真乖。的真的，不要问妈妈，不要问妈妈，而且她是属水的，五行里面是属水的。五行属水哈，在你的八字里面，金木水火土，你少了一个元素，那是金元素，少了金，少了，metal element 没有很看重到，要所以你是缺金元素哈。你本身现在已经去到30多岁了，33岁了哈，三十多要岁跟了，他所生。以 是我，我也是不肯给别人讲。好，那么，那么你要知道什么呢？五行里面缺水哈，适合你的五行是金跟水，金金水，跟水，还有一个元素你可以用，我看一下哈，另外一个元素金水火也是可以用，金水火金三个都水，可以用哈。是，对你比较幸运的颜色是金色、白色、银色，还有蓝色、黑色、灰色，这几很种多是种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选择的颜色是
中等的，不是很重要的，那是红色、紫色、粉红色以及橙色，那是属于比较中等的。OK， 其他颜色就不大适合你。OK， 因为你八字里面缺金元素哈，所以你要像我这样子，要带这个钛金哈，带钛金在手上，直接它补金元素，很好的。嗯，白水晶也行，白水晶它是谁都适合带的，它是属于正能量的水晶啊，所以蛮好的。嗯，你单身哈？我结婚了咯，结婚了哈，还没有，怎么还跟妈妈住在一起啊？明年就要搬出去啊，好想念我啊。好啊，其他的你还要知道什么呢？还有什么吗？你要问东西吗？嗯，很难得嘞，不懂问什么。你要问他的什么东西？在你的八字里面哈，注意一下健康的一点点问题，健康的一点小问题哈，健康可能在肺和呼吸道，还有一个子宫三样东西的问题。OK， 其他的我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还要知道什么呢？我有小小的东西跟老师分享啦，就是我自己经过的啦。之前我是时常有看到好像我不懂你们相不相信啊，我时常会有看到观音娘娘啊、发祖公啊那些的。老师你还记得你有去一间神庙去那个在金山叫什么地方了啊？问那什么名字吗？黑白无常吗？你还记得吗？我黑白无常的哈，我去过几间，你是讲哪一间呢？我也去过，在那个刚刚出来的，刚刚出来，好像是啊，然后观府宫，那天我看你直播，一看了，那天晚上我有发梦哎，我梦到我自己去，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那个地方，对。然后我其实我平时我自己是去八读的啦，在一个八里面呐，蛮准的，真的蛮挺准的。我第一次去也是黑白无常吗？不是，还是王老先师。王老先师 ，OK。我第是朋友介绍啦，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不懂叫什么神了，我就看到他一眼，很快的走进去。然后在庙里面，以为我自己看错对，然后我以为我自己看错，很快一个白衣师，然后结果我问东西的时候，那个黄老先生很准，他问我你刚刚是不是看到？我讲对了，我讲我不懂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到？然后他就讲因为然后就讲因为我是这边有第三只眼睛，然后会比较容易看到，然后我就想介绍老师那间庙其实很准，他是在八在哪里？OK， 在八堵在庙里面的，他叫他的主神是黄老仙师啦。OK， 庙呢？庙的名字呢？他的庙的名字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Google 还是 West 可以找得到吗？庙的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耶，想不起哈，还是你想到了，你私讯一下我们的那个 message， 可以，我私讯你，你私讯给我知道一下，我们就去拜访。我很喜欢走神庙，真的很准，真的很准，不管是每蛮特别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星期二晚上才有哈，另外一点就是你自己本身你的灵性也比较强嘛，所以你才可以看到的，这是全部都是讲缘分的。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造化了，一个修行来的，是蛮不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困扰，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一种困扰哈。但是只要你习惯了，然后你正能量的话，我觉得是好事，因为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嘛。当然看到的是属于神界的灵界的，因为比较高尚的就 OK。如果经常看到的是属于死人的那个鬼的这样子的哈，有些人是经常看到这一些的，那就肯定是不好的，因为那是你时运太低了所以它导致到很多其他的问题出来所以看到神的这边我还觉得还不错的
也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到的哈。嗯，我觉得那间庙挺灵的啦。我想介绍老师啦。每次去怎么会想到？我忘记，我一下子忘记叫什么庙了。怎么会想到去庙呢？跑去那边的庙。我是之前是租一间屋子，然后住到很不顺，我就去问。然后我就去问，然后在那边问婷玲啊，她是讲了，我住那边也是有肮脏啊，然后我们就马上搬走了。就搬了。那我住那边。啊对，我的钱一直出一直出，什么东西都坏，电话坏，车坏，一直坏一直坏，然后人哦，住下去也不好，人也会生病的，是，一直吵架一直吵架，所以他会有，其实我们一个环境空间你自己会知道的，阴气太重自己会知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处理，通常一些物质一个变化产生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要去查是不是因为阴气太重，所以要去处理一下，处理不到呢，我有时候也是建议，那没有办法，我们需要搬了。因为我们很难跟他们和平相处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搬了，这样子的状况呢、OK， 但是你还好，你还可以看到神，这个是比较少人有的，大部分人看到的都是属于鬼的、灵的之类这样子的，所以你的本身的灵性也是蛮高的，也是不错的，我妈妈还怕我，等下看到不懂会怎样。看到神是好事，看到鬼才恐怖。七月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有看过什么特别东西吗？在农历七月里面，七月啊，我其实也会有看到肮脏，然后可是我去黄老仙师的时候，我有跟他讲，他是讲因为我体内阴气比较重，然后还给我符，还给我三道符，三个喝的，三个冲凉的。自从那一次过后，几年前了咯。到现在我就很少看到了，是有效的。其实我也蛮相信符咒的力量。对对对对，然后有些人记载是迷信，其实不是，他有一些力量在里面。真的啊，有些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不懂，没有接触过，他们就觉得乱乱讲啊，是。可是我们看到很难不去相信嘞，就是，所以我相信，我也明白，我也是相信。妈妈呢？妈妈有看过吗？没有哦，啊，是你的水晶。哦，是哈、在我这里买的。你的水晶啊，我女儿买的母亲节礼物。母亲节礼物，哈哈，太好了。在你妈那边买的。Okay. 是我们的水晶都是很天然的，这是我很讲究的。所以可以放心的带，绝对没有问题。带得很好。是。好啦。好，可以。让给下一位。好，可以让给其他人吧。很高兴跟你们聊天。拜拜。OK， 拜拜，有机会过来我那里。OK， 拜拜。拜拜。OK， 所以非常非常棒的一对母女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啊，因为异于常人嘛，普通人他看不到，那有时候对我来说，那其实是一个困扰了哈，因为你看到别人看不到，那有时候就蛮奇怪的，可是久了就慢慢适应了，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哈，也明白了，你看到别人看不到，那你就不讲太多了，你讲了别人就觉得很奇怪，那在。世界上也有一群人是属于这个样子的这一个状况的，所以如果你刚好也是这样子的人，赶快 live chat 我们分享一下你见到的一些东西哈。OK， 有些人讲是迷信，其实不是迷信，它不是迷信，它是就这样发生，所以你也不想的，它就这样发生，很自然的这样子发生哈。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命理哈，或者自己身上我们有阴阳。的这一个东西哈，所以正常的人在一个命里面，他都是很阴阳平衡的，只有比较少数的人，比较特别的人，他的八字本身呢，或者是他自己的体质是偏向于阴质的，阴体质的，就是阴气比较重的人，他基本上比较容易跟这些第三界的东西就比较容易 connection， 就容易接触同一个频道，他就比较容易感应得到。那有些人的命里面八字里面他是属于阳气比较重的啊，阳气比较重的那就好了，因为你八字阳气重哈，阳肝位也比较重的，那基本上那些东西就比较怕你，所以你就比较难可以去感受到，也一生中可能也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看到是一种缘分，看到也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忆，那不知道你们会喜不喜欢看到这些东西呢。好，还有没有人要来 chat，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吧，今天就以聊天的心智
这样子来看哈，我看到有人说现在老师企业了哈，要怎样看到鬼？这句话哈，你也敢讲哈？这么干嘛要没事要去看鬼哈？所以不要说刻意去看到鬼，那我们其实正式来说，没有人愿意去看这些东西的，但是因为刚好没办法哈，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所以如果有一次有可能的话，如果那些灵界的东西会跟到你，或者是鬼上身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哈，它肯定有一点因果因素在那里，它不会无缘无故跟你扯上关系的。OK，所以不要刻意去制造这样子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所以真的会看到它肯定是有一点原因在里面的哈。OK，来我们来看看一下哈，还有人要 live chat 吗？要 live chat 你跟我讲哈，我 click 你上来 Fiona 是吗？OK。这么迟了，还有2000人在线上，现在10:45了哈。我明天的时间，明天一早早上我就要很早6点半就要出门了，我要去阿拉斯加，明天我又出门了，还可以要坐飞机了哈。Fiona 是吗？Hello，你好，Fiona，是，听到吗？听到吗？你那边有一点听到吵我哈，你在哪里哦？我我在听新加到。坡，新加坡。是在家里吗？还是在什么地方？不是，我在工作。在工作，现在几点了？还在做工？哦，我就晚班4:45的，了。我就晚这么班晚还的。在工厂里面哈？对。在工厂啊？OK，你今天做工作 live chat，你老板会怎样吗？哦，现在是我休息时间到12点。OK，做哪一个行业？哦，我做电子行业。电子行业，这样做到早上哈，做到凌晨去哈。对，啊，做好到辛早苦的上。哈。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哈，你有什么东西要询问的？来，有老师，请问你帮我做简皮吗？简皮，好，可以，你好像有一点回音，你有耳机吗？哦，我在戴住耳机，在我戴在着戴耳住机耳哈，我机，现在听到一点回音，好，可以，来，你是阳历出生日期哈，1983。全部人都知道你的出生日期哦，没有关系啊。哦，OK，好，好，1983几月几一九号？八三11月6号，11月6号，时间呢？对，时间是辰时间记时，得吗？辰时辰哈。时，对，你对这个也了解哈？对，经常看因老为师这些，的 live 吧，辰时是早上的时间哈，很早的时间哈。那么你的农历出生是10月初2，对吗？对。这样子是1983年属猪的，哎，今年犯太岁哦，今年犯岁。那么，你的八字五行里面是属土的，你是哦，属土的哈，不是大水吗？不算是大水，但你八字里面属土的，我看一下哈，你的八字里面有缺一个元素哎。缺两个元素，金元素和木元素，金跟木两个元素。你算是一个大土的命，不是大水的命，是大土的命。哦，怎么八我字看土到是很大？强，你有三个水，你有三个水哈。可是问题是你这一个土非常强，你有四个土，一个火，三个水。OK，八个字里面哈，三个是水，一个是火。四个是土，明白吗？你只有三个元素在你的八字里面，所以你的八字这样子的一个八字，基本上五行不平衡，不大平衡。因为OK。八个五行里面啊，金木水火土里面，你少了两个元素，稍微偏嗯，向于少两个元素偏向于比较严重一点点哈，少一个元素还比较正常的，少两个元素，所以能够的话，因为土太多了，在你的命里面土太多哈。我会觉得，五行元素里面，你可以用木元素 OK，为你重要的元素，金元素也是可以用的，OK？金元素、木元素、水元素也是另外一个可以用的，OK？这OK，三个元好。素对你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哈。但是土元素的东西你不要再用了，包括了你的穿着、你戴的东西，不要再走土元素太多。土元素是黄色和褐色。所以黄这几色个的颜色褐你要色。避忌一下，所以我可以带金的水晶是吗？还有，还对，有什么金颜的色还的？有绿幽灵水晶，绿色的，绿幽灵，粉红色绿幽吗？灵水晶，
粉红色的对你没有这么有利，因为你八字火土是偏旺的。OK。所以没有这样有利，除非特别状况，为了催桃花，为了异性人员的这个关系，你才戴一阵子。有些水晶它未必是需要长期戴哈，就是一阵子，这个当下你要用它的原因，所以你要利用它的能量的话，你才戴那一个时间段就没有问题。OK， 明白哈。嗯。你的八字里面说你的健康不大好，同样也是要注意一点点。OK，那注意在健康哪一个方面？健康，能够的话，一样是，我这里看哈，肝的问题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你的八字里面缺木，没有木的，所以是肝的问题哈，不要操劳过度，也要有适当的休息和睡眠。这里是讲肝的问题。OK， 还有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哦，老师，我想请问老师的那个水晶那个生肖的跟那个这个。OK， 你戴的是什么？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OK， 你有戴犯太岁的哇、哦，对吗？是。因为可能你犯太岁的关系。OK。对，这两个水晶是在老师那里买的，我想请问一下，是过了今年过后就不可以戴了吗？还是还可以戴？过了今年过后，你其实也是可以戴着的，没有问题的，只要它没有坏呀，因为它是红绳子的哈。红绳子它线有时候它沾到水还是什么，它久了它会慢慢松掉，会容易坏所以如果它还是保持好好的状况，你还是可以戴的OK，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OK， 明白。你犯太岁到今年罢了，去年也是稍微有一点，我们叫偏冲太岁，去年你有偏冲太岁，今年你犯太岁，所以这两年里面没有这样顺利，然后过了明年老鼠年也是你稍微可以转换的一年啊，老鼠年。明白。那请问老师，我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呢？在这边 ，OK， 我看一下哈。在这边，他有讲到一点，就是可能想东西不要想的太复杂，可能把东西想简单一点。OK， 好。这样子的话，人会比较开心一点。好，就是这样子最 basic 的，对不对？对，最 basic 的。OK， 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你。OK， 拜拜。OK， 晚安，拜拜。拜拜。还要做工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一下OK， 有时候做晚班哈，但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关于到健康的问题哈。那在五行的原理里面，金木水火土五行木元素里面，当然就是代表着我们身体健康，木元素代表着我们的肝。OK， 刚好他的八字里面也是缺木元素，所以在肝脏的这一边都要特别注意哈。当然就是跟我们休息啊、睡眠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好像修复肝功能是从晚上11点吧到一点之间，好像是这一个时间段哈，所以不要挨夜。现在差不多11点了，肝正在开始修复，人要开始休息了哈，所以不要太迟睡。所以我们要保持那个休息作息，全部都要非常的注意的。所以讲到底，我们整个人的一生中，就是每一次算命，我首先比较重视的一点哈，那就是我比较重视在于健康，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了健康，什么东西都不用谈了，健康排最重要、最首要哈。然后就是五行里面的平衡。OK， 哪一点强，哪一点弱，等等，我们会比较专注于这些哈。你们要 live chat 是在算这个简批呢，还是要跟我分享农历七月的一些故事？来，我看一下哈，我们来听故事吧。这么夜了，我们来听故事。我看一下有谁有特别的经历或者是什么事情哈。你们现在赶快 po 上来说，你有什么特别分享故事的话，我就 click 你上来哈。要不然你做这个简批就不要了，很多人可能在线上。可以分享一些故事给我知道一下要分享故事的很特别，我现在等你不要做简批，不要做简批好多人是要把你们看好，不要做简批，我们就分享一些故事。 OK， 有吗？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关于你遇到过的事情？ OK， 现在已经进入了农历七月所以我也想听听故事，想听听在线上的你们有曾经遇到过什么东西，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或者是你不知道农历七月有什么东西你要注意的。那基本上我本身有做了一个视频哈，是关于农历七月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我就不以我们人来说这个故事，我就说鬼来说这个故事哈。所以鬼说农历七月，就是这一个我的做一个小小的视频，小小的微电影，教大家注意一下农历四月要农历七月要怎么拜拜，在家里在工厂，还有就是怎样拜祭我们的祖先。所以在里面就有一些小故事，当然也顺便跟你们介绍一下地狱里面的一些事情呢。农历七月就是地狱中，包括十八层地狱鬼门关开，还有阴间阴曹地府哈。所以阴间它是人往生要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地狱十八层地狱它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不要一直以为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去阴间就是十八层地狱，其实不是，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就会有里面有讲到一点点这些东西，顺便让大家听听哈。 OK， 没有讲太恐怖的东西，我们在线上不讲太恐怖的哈。 OK， 可以吗？哎呀，我看一下哈，还有没有人要做 live chat？ 不用不敢听的，我 OK 的，我们没有讲太恐怖的哈。讲太恐怖的话呢，我就会特别 mention 一下，就是心脏病胆小者不要听哈，赶快下线。所以没有这样子讲，基本上还 OK 的。OK， 好的，我们接多一个 live chat 哈，有吗？有吗？我按了一个哈。还有谁要做 live chat？ 不可以直播太迟了，明天一早我要出门了哈。我们做了一个 live chat， 然后明天我去阿罗斯达，我从新疆是哪个地方呢？哎，来 ，Hello， 你要戴耳机啊？欢迎很多人，把头发。不要穿衣就行哈，自己注意一下。OK， 老师好。OK， 好，你好。啊，你好。老师，你好，你在哪里看直播？我在基兰丹。基兰丹。基兰丹，基兰丹，我印象那个地方华人很少哎。对呀。对吗？是。我去过以前。老师几时要来基兰丹？ Okay.既然当了，我很久以前十多年前去过，我不大想去，那边没有什么东西。我每次听老师的，我要老师看一下我的八字。要检批啊，好吧。Yes. 来，你是一九几年出生？一九六二。English 啊？一九六二。对 ，English。十二号六月。六月十二号，时间呢？时间是早上五点。早上五点 <Yes. S 2> ，OK， 可以，没问题。来，我看一下哈，农历是五月十一。对吗？十一，对。五月十一哈，五月十一辰时早上五点哈。OK， 在你的八字里面哈，没有算过八字是吗？没有。从来没有算过哈。下老虎的。那么，你的八字里面你是属金的，本命是属金。属金的属金命的哈，每一个五行其实都有好，都有不好，所以不一定说属金就好，我也是属金的。我也是属金的。你跟我一样是心金，金有分两种，一种是心金，属阴的金，一种是庚金，属阳气重的阴。你是跟我一样属阴气重的阴金，所以我们是心金。OK， 在你的八字里面。心金这个字读心哈，你的八字里面你的金是属于弱金小金，八字不怎么强的，所以弱金。是，所以在你的八字里面弱金，对你有利的元素哈是土跟金还有水这三样，土金水这三样元素。OK， 怎样？土金水哈，对你有利的颜色 ，OK， 黄色、褐色。对你最好的黄色、褐色，褐色是什么？褐色是 brown color， 哦 ，brown color， brown， OK， 还有就是金色、白色，还有银色，silver， OK， gold， silver， 还有 white color， 还有蓝色、黑色、灰色以及粉红色，这些都是对你很有利的颜色，是啊，非常多 ，OK。
土金跟水的颜色，这三种都对你很好。红色也是有什么老师？红色不是你的颜色，你的八字火太重了，火气大，不可以的。哦、OK， 红色啊，不能啊，啊，所以我有红色不能了。我有跟老师买一个吊坠是青色的，西瓜的，好像西瓜这样。啊，西瓜，好像西瓜的形状、哦。蓝绿宝是吗？啊，蓝绿宝是吗？对对。OK。嗯，没有关系，那个、啊、那个可以带着、那个 OK。但是如果对你真是有利的话，啊，对你真是有利的话，你拿金色的吧，我觉得金色的对你很好。啊、哦，金色。金命人哈。啊。你拿金色不错的、嗯。金色最好了、嗯。啊，这样。金色是最好的。好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要经常跟人家沟通，要讲很多东西的话，你就用蓝色海蓝宝、哦，对你也是不错的。哦嗯，海蓝宝啊、哦、，OK， 上来老师，是，因为年纪大了，等一下一下子就忘记了，等一下看回直播啊，反正留在直播里面的，嗯，啊 ，OK OK 啊，对对，啊，可以看回直播的，啊，蓝色 OK， 嗯，蓝色是海蓝宝、嗯，对你也是不错的，嗯、海蓝宝、哦、海蓝宝 OK 了、okay ，这样要跟老师告冠那个海蓝宝了，喏。啊，是你跟 staff 讲啊，那天我在 KL， 是我买那个的时候，嗯、然后东西在 Johor， 我不知道，我也是在 KL， 我想去老师的店呢，在 Bukit Jalil 那边噻、啊，Bukit Jalil， 是我比较多的东西是在 Johor 总行那边，哦，在 Johor 呢，对、哦，总行那边比较多，是、啊、我要买一个好好的，因为我比较常在那边，啊，是吗？嗯，我要买一个好好的，对我好好的，有怎样讲，福气满满的、啊嗯、身体健康这样。是、okay、是，嗯、对，这样子都很好，因为有时候水晶有些人喜欢一直换来换去，而我本身带来带去就是这三条，嗯、我会比较少去换来换去，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三条，所以有时候你选到你自己觉得哎很喜欢的，然后带来又很像很幸运，啊、对你又很好、啊对对，那你可以继续的保持带下去的。啊，有时候会有一点感情培养，啊、okay, okay. 会有一天没有带的人就觉得不舒服那种感觉、嗯，啊，所以我非常强烈在这里，嗯、啊，所以我对选水晶也是蛮讲究的、嗯、，OK， 嗯嗯嗯 ，OK， 这样就好，还有什么你要知道？应该是没有了，没有什么我要知道什么颜色适合我、啊，所以改次我可以说带一个颜色比较自己喜欢又适合的啦，这样哦，嗯啊，嗯，对， OK、好、嗯，这样我让给别人 OK， 谢谢老师，那 OK， 晚安。OK， 拜拜，拜拜。OK， 所以水晶的东西哈，它要你要自己去 feel 去感觉哈，不要说哎人家讲什么好，你全部买到一大堆哈，然后就整天也不去带酒，就是你今天带 A， 明天带 B， 后天带 C， 有时候带的太一直换的话，你跟他很难培养出感情出来哈。所以我就比较习惯当我要用一样东西的话，我可能用两个礼拜。或者是最快也是一个礼拜这样的状况哈，跟他去互相感应一下，然后慢一点才换哈，不然每天这样换也好累哈。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哎，今天我带些什么东西哈。好，我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要下线了哈。现在差不多11点的时间，我明天一早要出门，然后回到来，我相信应该是在晚上，可能10点多的时间，10点半左右的话，我就 OK， 我可能就在线上再跟你们互动。我们就是农历7月初1了，所以可能你们也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就分享我的故事给你们听了。OK， 所以明天晚上可能在10点半左右，我回到了家里，我就可以跟你们做直播。但是如果飞机有 delay 的话，来不及回来呢，那就没有做直播了。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新的一个、半年又开始了哈，那个6月份走完了，现在我们进入了7月份，所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所以一年一年的过。然后过完了7月，你现在已经看到月饼已经开始在外面开始卖月饼了哈，我就心里跳得好快，因为卖了月饼过后，接下来就要准备决赛又要过年的那种感觉哈，蛮紧张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你的时间，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你的时间。OK，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大家也是早一点睡觉，要保护自己的肝脏。OK， 晚安，拜拜。